主料面粉120克，熟咸蛋2个直取蛋黄，干玫瑰10朵，辅料色拉油60克，盐白糖40克，苏打粉1克。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。玫瑰花捏碎备用，剥开咸蛋，将蛋白蛋黄分开，蛋黄破筛成细末，色拉油倒入大碗中，加入白糖调匀，至糖融化，蛋黄倒入糖油混合物中，充分拌匀，加入面粉拌匀，加入苏打粉盐拌匀，倒入玫瑰花碎拌匀，捏成面团，静置一小时，面团跟小剂子压成小饼状，入微波炉，高火叮一分钟，中高火叮一分钟，翻面中高火一分钟即熟。烹饪技巧：一、不喜欢玫瑰花可以不放；二、烤饼干多观察，随时调整火力和时间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